彰化县警察局五号下埔伫县府治安汇报当中，宣布达成推动交通事故零成长的目标。同时，交通意外死亡的人数也是十年来上低。如果要减少车祸的发生呢？第一个，我们就是把这个路口没有安全岛的路口，我们尽量施设有安全岛的路口。那有缺口的路，有缺口的地方没有红绿灯，我们尽量把这个缺口把它封闭，不要让大家轻易过马路，这是马路如虎口，很危险。那第三个转弯的地方啊，我们用红色的跟蓝色的这个 LED 灯在那边闪烁，尤其是夜间的时候，让大家知道说这里是一个很急速转弯的地方，大家能够减速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车辆的车况、驾驶人的身体的状况以及路况这三方面来加强，那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车祸的发生或者是死亡率的能够把它降低到最少的。县长魏明国同时颁奖表扬三位成功阻止诈骗有功的人员。魏县长就任以来，以交通事故零成长为政策，积极推动交通事故防治措施，大力支持警察执法的各项装备，有效防治交通事故发生。魏县长毋忘民众支持警方维持交通安全的决心，共同创造幸福平安的大彰化。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